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欢迎收看赵立盘中见股之星的一个解盘节目。那今天的一个指数来讲的话，出现了比较震荡的一个走势啦。你可以看到今天大概因为美股的一个盘后电子盘来讲，纳斯达的部分是小跌哦，所以今天台股的部分大概就是维持在平盘附近来进行震荡。那成交量的部分一度在早盘的部分因为震荡稍微比较激烈，个股的表现也差异性比较大，所以成交量一度预估有可能接近3000。那目前来讲呢，我想整个成交量的预估大概只有2760亿，我想到收盘的话有可能量呢还是会稍微的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形。好，那当然我们假如说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指数它这一波就呈现了金金涨的一个走势。不过前提来了，这个地方的操作难度它会变高因为毕竟反弹了1000点，1000点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其实这一波它会进入所谓的反弹的一个格局。那你可以说这一波就是所谓的中期反弹。那反弹的过程当中，当然大部分股票其实基本上来讲应该都有上涨有反弹啊。那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地方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就在操作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说真的当然就布了一档空单的部分，我想我的会员你大概都知道。那目前的持股比重维持在50%以下，很重要的，你的持股一定要调整，你的持股一定要调整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做说明，就是调整你自己手中展望未来不好的，有反弹过的，展望不好的，我想应该进行减码的一个动作。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经历的部分，我想我不再多做说明了。好，那记得加我们的 LINE@GOOD58，那记得请点我按加一，然后还有 Telegram GOOD58FB 建股之星王兆理这个要加入我想几乎每天都会有文章那另外的就是每周的话都会有周报我们会 po 在 FB 上面。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加入。另外的 YouTube 王兆理分析师你可以搜寻或扫 QR Code， 那记得要按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好，来，那整个盘势来讲的话，这个是台股的部分台股的部分。那这个是我看一下，这个是 NASA 的一个指数啦S&P 500指数，另外的费半的一个指数。好，那当然这一条黄色线是季线的部分。我想我先跟大家说明过，之前就说明过了啦其实不管是通膨，不管是预期升息的预期，其实它都已经降低了。那指数当然它就容易出现反弹的一个格局。我想最主要的现象，你看到为什么这一波的美股它会呈现持续反弹的架构，当然建立的就是在之前所提到的通膨的预期降低，升息的预期降低，大家有没有发现？所以最近的美元指数开始出现了稍微的回档修正的一个走势。好，那重点来了，重点来了，之后会反映的是什么？之后会反映当然还是未来的基本面的部分嘛我想这一部分当然是非常确切的。好，来，那当然它有空窗期，就像之前所提到遛狗理论的部分，大家记不记得？其实之前这一波也出现反弹，台股在这一波的时候其实也出现了1000多点的反弹1000多点，然后之后因为未来展望真的还是不好通膨那时候还是高，所以指数破底。好，来，那现在进行的其实这一波的反弹，这一波回档修正，台股也一样，美股也一样，这一波回档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出现比较像样的反弹，都是建立在第一个股价已经先跌一段，第二个几乎都是这个因素，当时通膨的预期降低，另外的通膨的预期降低，升息的预期也会降低，所以就形成了反弹的架构，如同这一波，如同这一波，甚至于如同现在的这一波都一样。好，来，那这部分当然已经讲了，已经发生了。那现在这个大盘谈到这个位置点，假如它还要，比如以美股来讲，它真的还要再往，它已经站上季线，再往半年线甚至一年线来进行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未来的景气的部分。好，那现在刚好进入所谓的超级的财报中，美股的部分也一样，台股的部分陆续会公布季报，有些会法说会对未来的展望释出乐观的讯息。好，其实这周报我有写到了，你 FB 大概礼拜六，我会把礼拜六下午吧或晚上我会 po 周报了，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就是说你可以发现现在有些公司公布了第三季上一季的季报，那有些是优于预期，有些是不如预期，那有些的展望优于预期，有些的展望不如预期。好，那我讲结论好了因为这个有时候太复杂了，就是说这一次因为整个财报的部分来讲，分析师大概都是全面性的调降了上一季的财报的不管营收的数字获利的数字，所以你可以看到公布完之后其实大部分来讲的话，其实都还是比
分析师预期来得好。那假如预期来得好，展望又 OK， 那股价它就会呈现反弹的一个格局。可是重点来了，它毕竟是调降的之后的比预期好，不是在多头的架构当中，我一直去调高这家公司的获利，并且公布的数字真的比预期好，展望也比预期好，大家懂我的意思吧？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买这个道台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哦。假如是多头架构的时候，多头的市场的一个行情的时候，它是怎样子的走势？就是说，分析师在财报公布前，往往都会再次的调高这些企业财报的获利的数字。结果一公布完之后，真的获利的数字又比大部分都比预期好，未来展望又比大家预期来的好，所以它的股价就呈现了多头的架构，它就呈现震荡走高的格局，甚至于持续的创新高。当然不是天天大涨，而是说它的趋势就是没有改变。那现在的方式反过来不一样，就是我下修的财测，分析师在公布季报前下修的财测，那财测角不如预期的，展望真的不如预期的，你像 IBM 股价跌到现在，公布财报之后股价几乎跌到现在。好，那假如好于预期的，那股价当然它就反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下修，那你说它会走回升吗？这个当然机会，这个概率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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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低，大家懂我的意思，就是现在的财测都下修了啦，哦，所以除非我预期未来三个月或半年整个景气的部分会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哦，那就有可能由空转为多，而这个好转的迹象要基本面够强大，所以其实这个我就把美股跟全球股市或台股其实讲完了，大家懂我的意思。所以假如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一个以目前来讲的话，当然财报所以它会表现到个股的差异性，好，所以目前的美股来讲的话，其实它就是陷入一个箱型的整理，当来到这个位置点的时候，当它这个像纳斯达来到这里，它已经有压力的了，那这个 S&P500 当它反弹上来的时候，来到季线等等，这些还是往上这个平台区还是有压力，费半的部分来到这个位置点还是有压力，好，那台股的部分，好，我们回归到台股，因为大家还是最关心台股这一波为什么会轻轻涨，最主要就是这一段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多跌的融资断头最小的压力，所以形成多跌，国安基金刚好趁这个地方进场。我跟大家报告，我认为国安基金这一波根本没买什么股票，因为宣布完的隔天就涨了，他怎么会买呢？不要想太多好不好，买也买一点点啊。所以这一波是为什么会跌，为什么会涨，其实就是因为没我这个，其实我们的之前都跟大家讲过，顺势跟着美股涨，我们那时候的超跌之后顺势跟着美股的上涨而上涨，假如美股现在是破底的，我说万一破底，你觉得台股会这样？不可能啊，所以国安基金的部分来讲，它形成一个支撑的力量，那现在的台股的部分反弹到一万五附近的时候，其实它就面临到会跟着美股的趋势开始行进，美股只要回档修正，台股就回档修正，美股只要可以持续的走高，那当然它就会呈现持续震荡走高的态势，我想是这样的情形。所以美股跟台股之前比较不联动，这一段的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涨，那现在会开始进入轮动的现象，那很多人当然会觉得，因为他们都站上季线，对不对？那台股离季线还很远，或许有机会，可是这个不一定，压力很大，因为结构性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元它是强势的，这一段时间以来新台币它是弱势的，所以这个不一样，你不能每个都是要拿什么季线，就很多人都在讲因为它站上季线，我们台股一定会，谁说的啦？这个没有这回事的啦，我跟大家报告，那我们这一波挑战季线的时候，那它有挑战季线吗？也没有啊，那它有啦，那重点是它也没有啊，好，所以有时候股票大概就是这样子，不能一定硬要比啦，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内容的不同所产生的。好，那另外一块来讲，大盘融资维持率，就同我们所提到，昨天来讲已经来到154，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盘中杀下去容易拉起来，不容易杀下去之后胖400点胖500点不会，对不对？这个其实很多东西我都跟大家讲过，你真的分析的时候要做有意义的事，当你分析完之后操作的时候也是去做你分析完之后的结论来进行操作，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些东西我都不太讲了啦。好，来，那另外一块来讲，就是航空股的部分。其实，这两项我跟大家讲过航空，因为很多人还是一样看好航空啦，
啊、哦，很多人看好航空。其实我跟大家讲啊，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航空不管是尤其长荣航这个，你不要碰了啦，你真的不要玩了。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去做多它啦，因为它也反正快出现，你就不要玩了。相信我啦，很多的股票的高点，当然我不一定讲到隔天是最高，可是我讲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波段的高点。我只要叫大家避开的时候，为什么？你看美国航空的股价好了，其实今天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会跟你讲，其实因为航空的展望不好，你知道吗？结果一天跌了 10.17%， 美国航空今天跌了 7.43%， 这个是周线，这个是美国航空的这个周线，这个是疫情前，这个是达美航空的疫情前，就2020年3月之前、哦、大概2020年1月的时候，疫情前股价在这边，现在周线再怎么弹离这个位置点还是非常远，再怎么弹还是非常远。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啊，因为他们的本益比比较高，好，那不管，那不管，可是说真的，台湾的航空没有特别厉害、啊，何况不要说疫情啊，当现在的货柜的运价都在跌，你觉得其实我跟大家讲，大家只是说因为没在聊，因为很多人很喜欢玩航空啊，利空都不太写的、啊。可是实际的状况是怎样？现在货航空的运价、货运的价格其实早就在跌了，你就看看之后会不会跌啊？你再继续看下去，所以避开啊，我跟大家真的避开啊。那我们没有去空它了，我就说这种你就避开就好了。你就不要玩了啦，这种股票不太会涨啊，相信我啊，啊，相信我。好，那另外 Tesla 的部分，因为今天 Tesla 的股票也很热哈。那其实有时候我跟大家讲，我们的看法啦，其实相对上来讲啊，跟大家报告一下看法的部分。那获利超预期，台湾的供应链热啦，哈，等等这一些好来。那当然你要观察的 Tesla 的部分来讲，就是为订单的部分。供应链的部分跟现金流的部分，现金流现在第一季的时候大概22亿，第二季已经降到6.21亿，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 Tesla 为什么要裁员？因为它的现金流出现下降，现金流出现下降。第二个来讲的话，假如美国的经济真的是衰退的，其实我跟大家报告过，美国未来的经济假如衰退，这个当然都是预期，会不会衰退？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指标，不管经济指标，不管风险指标，不管其他的一些指标，我们会去判断。那现在来讲的话，假设我们先假设，假如美国的经济真的衰退，当然全球的经济当然就衰退。衰退的状况之下，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会受影响，很少不会受影响的。好，很少不会受影响。就像之前台积为什么跌成这样，就是大家的担心的部分。好 ，Tesla 也是相同，你也不要把 Tesla 神化、神格化，那也没有意义。大家懂我的意思？那只是说跌成之后，这个地方大家预期通膨、升息等等。比较降低了，所以出现反弹。所以未来的状况来讲，还是要关系到全球景气的部分。那当然，它现在的订单非常的多，可是未来景气角真的衰退，真的不好。Tesla 是可以，客户是可以取消订单的，不用付费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好，那之后的订单也不一定这么多，所以我认为啦，也不要把它神化。当然 ，Tesla 是一家不错的公司，这个我认同。可是你说股价真的就这样扶摇直上，除非大家对未来预期的景气的状况出现了乐观的看法。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所以股票的分析、股票的操作，你真的要有自己的想法，比较正确的想法。好，那另外一个啊，所以之前有裁员，对不对？好，另外一个，其实当那时候真的 Tesla 非常悲观的时候，其实我应该也有提到了，我也有提到，其实说真的。马斯克的部分，我在股市同学大概有提到，前一阵子而已啦。就 Tesla 真的很惨的时候，我说马斯克哈，其实你知道吗？他在卖股，之前卖股，去年大家记不记得卖股？你看一下，我用时间点让大家记不记得去年11月的时候啊，马斯克问粉丝说啊，你要不要卖？结果粉丝说啊，好卖卖股票卖股票，因为他要缴税等等啊，对不对？然后结果就被爆出，他有可能去年9月份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想到这个计划，想要卖，那只是11月初问问粉丝啊，要不要卖啊，要不要卖啊？结果粉丝啊，卖，好卖卖卖，所以他就从11月8号开始卖出大量的股票，部分是为了缴税，对不对？部分是，那其他的部分我不知道了啊。那你看一下11月8号，去年11月8号的时候，这个是 Tesla 的股价，几乎在历史高点了。历史的大概次一高、次二高啦，历史高点就在这边啦，历史的次高点就在大概对不对？就次高就类似啦，最高就是这个点啦，就11月8号你自己去看，就在这个红棒的这个点啦，然后他就开始卖股票了，
你说到现在卖的对不对？对，对不对？卖对吗？对。所以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说真的啦，他会卖，那当然他下面也有可能回补啦，不管。那当然有些人觉得就是说，那之前讲的 Tesla 那么的空，对不对？要讲裁员，要干嘛？把经济讲的大幅的衰退，大家记不记得 Tesla 前一段一个月前在这边的时候，大家吓死了，说 Tesla 说经济未来衰退会怎样，会很惨，所以他要裁员，要怎样怎样。我们反过来想，搞不好他在这个地方又趁低回补了一些股票，有没有这样我不知道。可是这个部分其实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好，那搞不好他趁低回补啊。然后你看现在 Tesla 公布财报不错，然后马斯克又觉得，哎，好像新车的交货量等等哦，未来也会不错等等，开始又讲比较正面的。不过我觉得，其实大概就是一个箱型整理啦。啊 ，Tesla 的部分大概就是那。所以，假如说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以这样的情况来看，其实说真的，台股的这些的台湾的 Tesla 的相关的供应链等等，我跟大家报告，当然有一些啦，好，电动车相关 Tesla 相关的不是那么的多啦，好，不过跟电动车有关的，你当然有和硕啦，有鸿海啦，还有电池的啦，还有以盛 KY 茂联一堆啊，哦，大家认为的一堆的股票，其实这些股票我觉得你要将它连续性的上攻难度很高，除非 Tesla 可以大涨。可是刚刚我提到 Tesla 它是一个箱型，所以这些股票你要怎么去操作？这些电动车的股票，其实电动车有些股票这一阵子也跌蛮多的哦，这一阵有些真的也跌蛮多的哈。好，不管，那你要买，你到底要买什么？对不对？你要买，你到底要买这些的供应链里面筹码算相对安定，股价位阶相对上来讲比较低，今年的成长性相对上来讲比较高的公司的企图心也强的，又是集团的，我想这个相对在你的操作上来讲，你就可以把它纳进来操作嘛，这个才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要找的股票是未来展望相对上来讲不是比较好的哦，比较好的部分，我想是这样的情形。好，那你看一下，其实前两天我也跟大家讲过上影的部分，对不对？你看上影今年第一季的 EPS 4.01， 这个是2019年 5.8， 一年度啊，2020年一年度才赚 5.87， 2021年才赚有回升的啦，哦，你 10.39， 今年第一季就赚了 4.01 啊。第一季哦，这个是今年，这个是年度啊，啊，这个是年度，所以你看一下，其实那当然上影的部分来讲，它有滚珠轮盘啊，滚珠螺杆的部分啊，在电动车、二零三零方量等等，我想这些基本面，那当然它有另外转投资大影啊，大影尾的电子的部分啊等等。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以这些股票来看的话啊，来看的话，当然大家耳熟能详的，不外乎就是。哦，什么这些电池的啦，哈，4721的什么美骑马啦，哦，4739的康普啦，哦，然后什么还有一堆啦，哈，一些啦，什么5243的以盛 K 啊，这个算表现相对上来讲比较好，业绩当然也比较好。另外的3665的茂联，不会，茂联算相对上来讲，这种我认为是白马股。哦，白马，所以你看它其实算相对强。其实我跟大家讲，这档股票是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但我不是叫大家去买这种，因为现在股价位阶这么高哈，它不容易涨。现在的大盘又不是一副要喷出的样子，对不对？好，那你看一下，今年预估的获利大概就是23、24块，大家有没有发现？券商预估的给的目标价都大概300多，350到400啊，不管。所以这种股票怎么操作？今年的 EPS 比去年成长，这种股票就是只能。遇到大盘不好的时候，回档修正的时候，你去买容易有获利啊。你在这个位置点去买，我跟大家讲，你不容易有获利，你搞不好短线还会套牢。啊，你搞不好短线，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冲高，对不对？今天很多的冲高的股票是不是？你看，对不对？是，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对不对？就容易拉出现回档修正，对不对？那你看一下。上影的部分相对上来讲，今天其实盘中也大涨，你看它的位阶相对上来讲是跌了一大段了，大家有没有发现？那股价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大量区你看一下技术面的部分，你看一下大量区在这个位置点，高点是225，哇，环泉啊，大量区225啊，你看它站上，你看股价站上大量区低点之上，站上这个大量区啊的高点之上，
所以你看现行的部分，这种股票是不是很容易涨？再加上在基本面的部分，我来看一下基本面的部分。但盘不好都会受影响啊。你看它去年第一季才赚 1.61， 今年赚4块钱，对不对？预估今年的 EPS， 你刚刚看到的，你看一下，拿给大家看一下，去年 EPS 多少？ 10.36， 它已经成长了哦。去年的 EPS 10.36，你看一下今年预估的 EPS， 大概就14块多到17块都有啦，哦，都有。所以从10块多变成我们抓个均值啊，15块好了，也成长5成啊。大家懂我意思，也成长5成啊。哦，那业绩的展望相对上来讲也算还是蛮不错的，你看对不对？1到6月大概平均成长也有20几%，哦，毛利率当然上来了。我讲有些股票其实给他一些时间啊，当然我不是叫大家去买，而是说其实在电动车相关的有些大家比较没注意到的公司的企图心也强的啊，今年成长性也蛮高，那明年来看的话其实应该也是成长的啊。你看一下啊，明年基本上来讲应该也都会成长啊，应该也是有机会成长。我想这样的架构之下，股价应该未来会有机会啦，会有机会，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另外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这是属于电动车，电动车的部分。好，那另外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环球晶半导体矽晶圆的部分，半导体矽晶圆。那它的重点来了啊，这些环球晶当然股价位阶相对上来讲比较低啦，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股价位阶真的跌了一大段了，所以这个地方半导体的部分像台积电也都反弹，所以这种股票它就呈现了震荡反弹的一个格局啊，震荡反弹的一个格局。那当然它的上涨之后也带动了啊，也会带动比如说同集团的5483的中美晶啊，这个应该也会带动。不过就是说这些啊，其实大家还是会有疑虑，所以低档上来之后反弹之后，这种股票你不要去追哦，我觉得你不要去追这种股票。因为其实他们董事长徐秀兰，其实说真的，因为我们也追踪，其实我们追踪产业或个别公司，有时候都追踪很久了。其实说真的，他讲产业未来的东西，基本上我没看过他讲不好的，永远都是好，永远都是满载，永远的啊！我的认知啊，好，永远都是非常好。大家在下修，他也是觉得他都非常好。啊，其实有时候你看一下，假设因为他们都有在扩厂啊，不管盛高，日本的盛高。或者是另外一家，日本的部分来讲的话，那另外的环球晶也在扩厂，那扩厂的状况之下，其实说真的，他说六寸松动，八寸、十二寸没有松动了哈，半导体矽晶圆，那环球晶打脸长约松动的一个传闻，那他也说，因为其实你像那个立积电等等，因为设备交期延长 delay 啦，delay， 因为你看。ASML 艾斯摩尔他有讲他的营收也是展望不好，有一些单递延到明年，意思就是说其实半导体厂晶圆代工厂这些有些设备交期厂啊，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有可能他的那个供过于求的现象不会这么快产生啊，不管啊，那其实换句话讲，假如说半导体晶圆代工这一块的设备期交厂，其实对比较好的是台积电或联电这一些啦，因为联电基本上来讲它比较没有设备交期延长的问题，立积电相对上来讲比较有好，那其实应该是对联电这是相对比较有利。可是你说对环球晶这种半导体细节会不会比较有？不会，因为扩厂只要晶圆代工扩厂越多，其实需要更多的细晶圆，大家懂我的意思。那只要设备交期延长，就是扩厂延后，其实对半导体细晶圆来讲不是这么的正面，反正他也都把它解读正面了，那你就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倒是不要乱追下了，因为股价弹起来之后，其实不要去做乱追下的一个动作，我想是这样的情形。好，另外的，你看一下另外的在半导体这一部分来讲，我觉得避开的本益比修正有些股价，假如说我从40倍的本益比修正到剩15倍，甚至于10倍，那 OK 啦。甚至十倍以下，那真的 OK 啦。那假如说它本益比是从80倍修正到还有40倍，还有40倍或50倍，那这些股票反弹你要记得减码，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啦。那有些股票像这种股票，其实很容易就是
多头市场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画梦哦，第三代半导体哦，像汉磊，然后就画梦。这种股票当盘势不好的时候，大家修的，你看也是会跌啊。你之前投信，你看我跟大家报投信不见得都是对的啦，之后还不是砍。他现在又在买，我跟你讲，我觉得他又输钱的机会非常大，因为现在其实这一块来讲，你去看 Wall Speed 哦，狼的速度 Wall Speed 以前叫 Cree 啊，哦，以前叫 Cree C-R-E Cree， 然后之后改 Wall Speed， 你看它的股价其实这一波从高点回档修正幅度也很大哦。你看为什么？因为 Wall Speed 没赚钱，亏损的公司哦，亏损的公司，那他也没赚什么钱啊，就是这种你就小心啊，避开啦。好，有些股票我们是会去带领放空的，哦，带领放空操作。那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啊，长荣行等等这些，我避开啊，哈，避开。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情形，跟大家说明一下。另外呢，窄板的部分相对上来讲也比较强一点点了，哈，大家看一下，因为窄板就是我们说到，其实相对上来讲，在电子股当中，它的展望算相对比较健康的，算相对上来讲真的比较健康。所以你现在要选的产业，就是说至少相对上来讲，比较健康的产业啦，哦，你买起来，哦，说真的比较不会怕。不过这种股票说真的，它也弹了一段，你不能去追，你不能去追。哦，那新兴电子其实第二季的 EPS 会不错啦，哦，会不错，你可以等待拉回来，哦，你可以等待拉回来，哦，再进行逢低的留意。所以目前很重要的就是整个节奏你要踩对，哦，整个节奏你要踩对，哦，那当然，哦，记得像我们 Light，哦，Telegram 还有 FB 建股执行王兆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当股票市场当台股都已经反弹了超过千点，哦，都已经，那你现在到底是要怎么处理你的股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真的非常重要。我真的希望大家趁现在真的好好的检视自己手中的持股啊，真的一定要检视自己的。假如真的是未来景气衰退的股票，趁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可以开始卖出自己的持股比重，卖出这些的股票。毕竟说真的，谈了一段之后卖掉，相对上来讲，第一个降低你的持股比重，第二拉回来你才有钱买，第二个你才有好的股票去买一些超跌的股票，对不对？你像我们所提到的，你比如说像这些记忆体的部分，好了，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些都会反弹哦。那时候低点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你像南亚科，你像华邦电，你像旺宏，这些股票都有反弹的，对不对？大家都反弹了，那反弹之后你该怎么做？难道你现在反弹之后，然后再去买吗？不是这样做啊，这样就节奏又乱了。我不是跟大家讲，这很烂的股票它也会反弹。反弹之后，你现在要看的是什么？记忆体到底好了没？只要记忆体下一期就真的会好转，那 OK， 对不对？拉回来买，对不对？股价就会再上去，喝了再上，整理之后再上。重点来了，不是这样子啊！大家懂我的意思？记忆体不是这样子，不是下一期就见到谷底之后，整个报价会大幅的翻扬，不是走景气波啊！所以你这些股票谈过了，你该怎么办？当然是减码。我这样讲，你应该够了解吧？面板那你要怎么操作，对不对？2409、340，这个你要怎么操作？哦，我想很多的股票真的是这样子啦，就是你，哦，那很多人，那货柜的部分到底你要怎么操作，对不对？这些股票其实看起来，说真的，我个人觉得啦，这些股票短线或许有机会反弹，可是弹完之后很容易之后再拉回啦，因为你看报价的部分大概就知道了，航空的部分，对不对？你该怎么操作？很多的股票其实现在都是非常重要关键的时刻，衰退未来展望不好了，趁弹起来这一波，真的指数已经弹了千点，是让你减码的拔档的好机会。投机的股票尽量不要去碰，当然很多人会去玩一些非常投机的中小型股，对不对？你比如说像什么宏达电啊，然后什么什么卫，反正这尽量不要碰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这波其实股票跌成这样，你再去碰这些投机的股票有意义吗？真的没有意义啊。有很多的股票跌下来之后，本益比真的说真的已经很低，
当然不是用本益比去筛选股票，而是为是用未来的展望，只是我们搭配本益比跟未来的爆发率来选涨股票，对不对？这才是操作的重点啊！啊，超跌的股将资金，就是你衰退的股票，就趁现在就赶快卖一卖吧，对不对？投机的股票，你真的要操作，就小小玩啊，停损停利上，然后把资金控制好持股比重，转进一些超跌的股票，对不对？远离风险三部曲 ，EPS 没赚钱的不要碰，干嘛去碰这个？你运气又没这么好，大家懂我的意思？我运气也不会这么好啊，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好 ，YYY 营收的 YYY 真的是负成长，真的都还是负成长了，景气循环向下，赶快卖，本益比30倍以上很容易续跌啊，好、哦，很非常容易续跌。然后我们要买进的是什么？比基本面有明确支撑的，广泛性卖压造成股票超跌了，因为这一波真的很多的股票超跌啊，出现落底讯号的，股价位阶相对上来讲比较低的，有法人在买或者是大股东在回补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留意的股票。好、哦，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当然，因为国安基金这个地方已经进场，信心大家有恢复了，因为融资维持率也上来。所以短线上来讲，你说要马上再跌破低点，这个难度也非常高，也不太可能。可是你叫它马上要往上再急涨，这个难度也很高，其实都很高。所以指数在陷入箱型整理的过程当中，我想这个地方真的是你换股，真的是你检视好自己持股非常重要的时机点。因为时限一过了，你会发现又来不及了。好，又来不管你是要逢高减码一些不好的股票，展望差的，或者是你要逢低买进一些超跌的股票，未来展望好的，我想取决于现在，啊，取决于现在。我想股票市场永远在考验你的智，在考验你的智慧，在考验你的胆识。我想是这样的情形。那当然，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加入我们行列，你可以拨打0800055808，0800055808。最后祝各位投资人操作顺利，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每次大跌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把握超跌的便宜价格，让我带你买进，不要等到涨上去之后再来追加。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留下您的资料，或直接来电咨询，有专人为您服务。